台我们的卤肉饭在香港更有名。我们假装在咬贡丸，然后吞进口里啊。没错。疯狂啊！疯狂啊！把移开比较好。打住你了吧！这种白痴还去咬那个垫子，你看他做匍匐前进，他是咬那个垫子肚皮有没有？哈，你说你看我咬这个贡丸多凶狠的感觉啊！还在拿贡丸当挡箭牌，不要撞到我。没错。他拿挡箭牌，因为觉得还是出来一个装了。北西哟。吓的嘞！老公啊，你小心！好假啊，那是咬贡丸，然后再趁机匍匐前进。想要够了，哎，画完下眼，小心下眼睛应该是整个晕的吧？这个球已经疯了。我赞。
这样可以玩多久之类的。